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这门课程是企业组织与管理，今天呢介绍的第十二讲，就我们继续来谈领导。那么在现场呢，我们请到的是台北商业大学企业管理系的叶清江叶老师，跟同学一起来讨论。叶老师还有各位同学大家好。好，同学，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所要探讨的一些主题。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了解西方魅力式的领导啊，它内容是什么。第二呢，我们接着呢就是要了解东方家长式的领导啊，这也是比较适合我们华人社会的。那么第三呢，就是在西方呢现在一个新的一个趋势，就是仆人领导理论啊是什么。我们知道西方主流它的一些管理思维那么都是我们在东方的一些企业亚洲的一些企业学习的。那么其中呢，就有一项是魅力领导。那么魅力这个词呢，它是一个源自希腊字就是引人注目，一种吸引力，它可以激发呢他人的一个奉献精神。所以魅力型的领导呢，它指的就是说领导者的权力呢是来自于本身的特殊人格，然后呢他对成员呢产生的吸引力。那么属于这一类型的领导者呢不是说人品超群就是说他的能力呢卓越，所以他的一言一行呢都有无限的魅力，那么无形之中呢吸引别人呢来追随他。那么这一类的人，比方说像是国父孙中山先生甘地拿破仑贾伯斯企业界里面或者是等等，我们看有很多人都是属于这一类型的领导。那么魅力型的领导呢，是由德国社会学者韦伯他所提出来的。那么他讲了一个魅力型的权威那么这个呢并不是来自于他的职位或者是说呢传统的权威，而是来自于说成员呢认为这个领导者拥有异常的品质，而心悦诚服的呢接受他的领导。那么在韦伯之后呢，研究魅力型的主题也是蛮多的，那么多半呢是属于政治社会宗教这个范畴。那么一直到最近呢才会被社会科学呢慢慢的重视。那么晚近组织领导的学者呢，虽然是侧重在那些特质行为上面来观察说这个领导者呢是否具备魅力，但是呢他们大致认为呢，领导者魅力的大小呢并不纯然是由领导者的表现来决定。也就是说呢，这个领导者魅力的来源呢是来自于成员对领导者特质和行为的一种认知，而这种的知觉它会受到领导的情境以及呢成员个别和集体的需求呢来影响。换句话讲呢，领导者的魅力呢是成员看到领导者特定行为的时候呢，把它归之于英雄型或者说非凡型的领导而产生的。所以魅力领导对于组织的影响是好是坏，这个却很难定论比方说韦伯呢还有认为说，魅力的权威呢是来自于领导者特殊的人格这个是天降英明所以他的权力呢是至高无上但是呢他又容易流于专制。另外呢第二点，就领导者自认为说他与众不同嘛，所以常常是以革命者的姿态来出现反传统反现代那么急于除旧布新那么这样的话可能容易使组织呢陷于不稳定的混乱的状态。那么第三呢，即使说这个魅力型的领导者呢能够改革成功但是一旦这个改革步骤减缓的时候呢，魅力型领导者他的过度的自信和刚愎自用呢反而会成为组织里面的一些负担。
那么此外呢，历史上也充满了很多造成这些不可计数一些毁灭啊，或者说一些悲剧的一些魅力型的领导者啊，比方说像是希特勒、墨索里尼等等。那么由于这些领导者呢具有强烈的个人权力取向，所以呢他们常以某种诱人的意识形态来作为操控的一个工具。好，那么接着呢我们谈这个魅力型领导者啊，他有没有哪一些具体的一些主要特征啊，我们请叶老师做一个说明。好的，实际上魅力型领导者大概有哪些的特征呢？第一个啊，自信，他们对自己的判断力跟能力有完全的信心。第二个呢，愿景，也就是理想化的目标，那是未来比现在更好。如果理想化的目标跟现况差异越大，跟随者也可能怎么样，也会将非凡的愿景归因什么领导者。第三个，有明白表达该愿景的能力，他们能够澄清呢该理想，而且能让人家容易了解的一些字眼跟明白，然后变成他的动机。第四个，对理想者啊坚信不疑，完全信任。所以魅力领导者被认为什么，为了表达他的理想目标，曾强烈的付出一些承诺，愿意冒险的一些高风险啊，付出高额的代价跟牺牲。第五个，行为呢不会落入俗套，有一些领袖的领导者的气息呢常常被认为什么是新奇的、非传统的啊，反对一些规范的行为。当他成功的时候，这些行为也引起跟随者一些讶异跟赞赏。第六点啊，被认为是改革的代理人员。那魅力型领导者呢被认为怎么样，他是激进改革的代理人，而不是一个什么保守维持现况的一个执行者。第七个，对环境的敏感性很高的这些领导者，对环境所限制的跟所赋予的资源呢需要来实际评估。当然任何事情都一体两面，虽然魅力型领导在企业的草创期跟企业危机变革的时候有很大的一些影响， OK， 这是不可否认的。所以魅力型领导有它的独特性，本身也一定存在的功能，但是呢在组织上也可能产生负面的一些影响，来影响组织的发展，甚至说对企业长期来发展可能有不利的一些影响程度。那至于魅力型影响的造成一些危机呢，首当其冲就是职位上的继任。一般来说魅力型领导往往造成一个不好的结果，那就是什么，原来的员工希望未来的领导者跟接班人能够先跟现任的领导者有一样的魅力，但是这一点呢未来的继任者可能很难做到的。所以因为魅力型领导影响力很大啊，来自于什么，他的领导者独特的特性跟气质，因为他特殊的经验跟历练还有毅力呢跟自信心等等。所以魅力型领导虽然可以借以学习来模仿啊，但是很多领导者也是很难做到的。所以这些因素来讲都集中在未来接班人的身上，结果对于那些已经习惯魅力型领导者的员工来讲，就很难在短期时间之内适应新的一些领导者的一些领导方式跟权力的一个方式，所以可能会带来组织会有些什么短期的震荡。如果这种动荡不能被消除，组织就可能会往下走下坡，甚至怎么样一蹶不振。因此呢，企业一旦进入正规的时候，当飞速发展的成长期，企业工委必须将怎么样不断的成长啊，那这时候需要急需一个建立一套良好的管理制度来让企业不断的发展需求。而且由于社会技术的复杂性，那在整个发展过程当中势必会遇到什么越来越多的专业问题。对于类似专业复杂性的问题来讲，最明智的做法是怎么样，集体的智力表现而非个人的魅力领导。好，那个谢谢叶老师的说明。那么的确呢，一旦公司哈，它是以个人魅力来替代集体的科学决策的时候呢，就会带来很大的一个经营风险，而下属的盲目跟随呢，也会进一步的把这个风险呢放大，啊，那么这个就会给企业带来一些灾难。那么另外一方面呢，随着企业它的一个发展，很多事情呢，可能也都超出了这个领导者他的能力。啊，如果说他的魅力所形成的一个思维啊，它是固定的，啊，不能够再有效的寻求外部的一些新的方式，啊，新的一些资源，啊，反而呢，有可能会阻碍
那么企业一些新的方向的一个产生，那么企业的创新呢，可能呢就会产生一些困难，那么久而久之的话呢，就会走向没落，那么这是妨碍企业长期的一个发展。接着呢，我们来谈一下东方家长式的领导。我们前面所讲的呢，很多的一些领导理论呢，都是西方的学者、西方的企业呢，它所发展出来的这些模式。那么近年来呢，因为华人所支配的亚洲，比方说中国大陆啊、香港啊、新加坡啊、台湾啊等等，那么工商发展的进步呢，也是突飞猛进，所以华人企业组织里面呢，事实上有很多呢是一些本土的管理哲学，那么也就受到了学者的一些重视。那么这种华人企业的领导作风呢，我们可以称它叫做家长式的领导。那么这是一种近似家庭家族里面父权的领导的作风，那么他所拥有的就是一种不可侵犯的权威，那么同时呢，也有着照顾体谅公司里面的部下，同时呢，以道德领导的成分在里面。在海内外的华人企业里面呢，这种领导方式事实上呢是非常普遍的。那么国内的学者郑伯勋等人呢，他就提出了一个家长式的领导。那么这个模型呢，有三个主要的构面，就是权威、仁慈和德性。那么权威呢，就是指说领导者的权威呢是不容侵犯，那么对部署呢做严格的管理，那么员工对领导者呢就是要尊敬服从。而仁慈呢，则是领导者对部署呢广泛长久的一种关怀，那么就像家里面的家长、父母宗族长对族人后辈子女的一个照顾，所以呢就可以得到呢部署感恩图报，那么这两个呢就是我们常说的恩威并济，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德性，这个是在描述这个领导人本身他所具有的操守或修养，一定要比一般常人呢要来得高，这样才能够得到部署的尊敬。那么领导行为和部署他反映的关系呢，也可以用我们下面这个图可以看得出来，那么这个呢就是台湾跟大陆企业呢在实证调查之下呢发现的一个构面，就是上面呢是领导行为，有德性领导，那么你德性表现出来的就是恩威并济嘛，一个就是仁慈，这是恩，威就是权威，那么部署回馈的呢就是认同，他对你的德性认同，然后呢对你的仁慈感恩图报，对你的权威呢敬畏顺从。那么这个德性跟仁慈之间呢是具有比较高的相关，那么另外仁慈、德性和权威这对于部署的忠诚是有正向的影响，那么其中呢尤其是以仁慈领导对感恩图报认同效法，它的效果呢是最明显最强的。那么仁慈跟权威对于部署的反应呢则具有正向的一个交互作用，也就是说呢，当主管以权威领导部署的时候呢，当然难免会引起部署的一种反感，情绪上的反应，但如果这个时候呢他同时拥有仁慈这个部分的时候呢，那么他虽然是权威领导，但是部署表现的效能呢反而可能呢会是最好的。那么这三个构面呢，我们也请叶老师呢做一个详细的说明。好的，事实上有关家长式领导大概有三个面向啊，那第一个就是我们把它称为威权式领导，领导者呢是强调怎么样绝对的权威，不容挑战，对部署会做严密的监控，而且要求怎么样部署要毫不保留的服从。所以威权领导可能有包含四个重要成分的，第一个是权威的作风，领导者呢不愿意授权，那对资讯呢加以控制而不愿意公开，对部署呢也会怎么样严密的监控。
第二个呢，会贬低的部署能力，领导者会故意漠视部署的一些什么样他建议跟贡献。第三个，形象的整饰，领导者会维持自己的尊严，表现出信心跟操控的一些相关讯息。第四个呢，要教诲行为，领导者会部署要求怎么样一些绩效表现，对不好的表现会直接怎么样责备。第二个呢，我们再看一下仁慈领导。那领导者对部署的个人福祉呢，做个别跟全面性长久的关怀跟照顾，不仅呢限于工作上的辅导跟协助，也会拓展到什么对部署私人的照顾，就像说会帮助部署家里一些问题。他跟西方的一些领导的体恤或支持领导者还是有不一样的。体恤是指什么呢？支持者领导者呢表现出来友善跟支持部署的程度呢，表现怎么样？他关心部署，重视部署的福祉。那支持领导者会接受什么？他的关怀部署需要，而且认同他感受。但是仁慈式领导是强调什么？在长期的导向，表现出在宽容跟保护的行为上，而是不只限于在工作上的宽大为怀，也会扩及到什么个人的一些各式的问题。那第三个就是为德性领导。那什么叫德性领导呢？那领导者必须要表现更高的一些道德操守或个人修为，特别是自己的什么样克己奉公，不徇私以身作则，赢得什么来部署的敬仰跟效法。过去实际上很少研究呢，对于德性的领导是很少在做研究的。为什么呢？因为领导者必须具备何种美德或者素养素质来表现出高尚的那个伦理道德，实际上并没有一致的看法。或许在当下社会具有完整而清楚的道德行为标准，那这种是当初在过去研究是没有一个很完整的看法。所以德性领导较有可能有效的运用呢，那或者是多元的怎么样多元的一个领导方式 OK 价值，或者产生一些比较灰色地带所以这时候会比较容易使用好，谢谢叶老师的一个说明。那么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就家长式领导它的一个文化的根源。那么西方商业文化呢，注重的是个人而不是群体也就是说呢，他重视的是个人主义他们依靠自己的观点，然后来决定说身为一个领导者应该怎么样来做。在西方的文化里面呢，这个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就是个人主义了。但是在东方，家长式的领导呢就不一样，因为这样子的一个领导的风格它的本质是创立来自一个家庭式的组织。那么在这个集体里面，在这个群体里面呢，很明显的就会有一个宗族长，那么就会有一个父亲的角色因为这跟在日本中国朝鲜韩国各个这些东方国家里面呢这样一个家庭的一个背景，家长式的一个领导呢是很普遍的那么也很容易呢将这样子的一种民族性呢放到那个企业的经营上面。那么他们是强调家庭跟社会的和谐。那么家长式的风格呢，常常会被认为它是一个很适当很有效在企业经营上面。那么总体来说的话呢，它也会提高员工的满意度积极性和生产力这个都是有利于组织它的一个长远发展。那么如果组织的员工呢感受到了主管他的重视跟照顾呢，他们就不太可能在其他的地方呢再来找一些就业工作的机会。那么这样子的话，员工的忠诚度呢也会随之提高那么就成了家长式领导下面的一个自然的一个产物。那么这个管理文化呢也是来自于就是整个国家它过去的一个文化的传承所以我们可以看下面这个图。那么这个图形里面呢，就显示了家长式领导它的德行是来自儒家的德治典范礼仪等等这是一个仁治的传统。那么恩威并济里面的仁就是仁慈
啊，那么也是来自君父啊仁爱这样一种互惠互报的一种文化的一种规范。那么威的部分呢，威权，那么就是我们三千年来的帝制的历史啊，或者是说呢政治化的一种儒家啊，那么法家他的一些思维啊，所以这个呢都是在家长式领导啊，都是拥有啊非常深厚的一个文化的根源。那么有没有一些实际上的一些案例呢？啊，就他的经营人呢是用家长式领导，而且呢公司经营的很成功的啊，确实也不少。那么我们就看一家在美国的一家记忆体公司叫 Kingston， 那么他的老板就是孙大卫跟杜继川啊，他们都是从台湾过去的啊。那么他们所经营的这个企业呢，从来都不裁员啊，也不会对客户呢落井下石，也不会说剥削供应商。那么他们的公司呢，虽然是很赚钱，但是呢却不上市啊，也不去借贷，不赚本业以外的钱。那么在企管教科书里面我们所谈到的经营绩效啊，财务杠杆啊，多角化经营啊等等啊，跟他都不符合啊。但是呢供应商呢却信任他，那么竞争对手呢佩服他，员工呢喜欢他啊。那么金士顿呢，它的市占率就记忆体模组大概占全世界的27%啊，这在这个产业里面是第一名。那么大幅领先第二名啊，它是8%啊，所以这个公司呢 ，Kingston， 它是非常值得尊敬的企业，而且连续5年呢都是在美国白领组里面啊，就是票选最佳企业组啊，就是他们最喜欢去的这个公司啊。那么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案例。那么他们对于员工的好啊，那么随着好莱坞的电影呢啊，也把它纳入了啊，就是电影里面的素材。那么就有2届奥斯卡影后啊，希拉瑞·斯旺啊，她担纲主演啊。那么这部电影呢叫做《Freedom Writer Diary》啊，那么它是描写一个年轻的老师，然后呢成功感化一群问题学生的故事。而这个呢发生在加州的真人真事的一个电影，那么他幕后的英雄呢就是杜继川啊，因为他提供这个老师呢很多一些资源啊，就是他奖励学生送的笔电啊，送的电脑，或者是说一些邀请啊，邀请一些人来学校演讲等等。他的财务资源呢都是由孙大卫跟杜继川来供应的。好，接着另外呢，华人还有一种领导的方式叫插叙式的领导啊，我们请叶老师呢做一个说明。好的，事实上什么叫插叙式领导呢？那他最主要是来源是怎么样？是中国社会一个社会学家叫费孝通，在1948年啊，他所提出来插叙的格局。那个插叙英文字就 differential 的概念啊，来延伸来发展。而插叙的格局的概念则是源自于华人社会中的脉络下的相当特殊的一个内涵跟关系的现象而产生的。他认为华人的人际交往过程当中可以划分着以不同的同心圆来加以解释，以圆心为自己，依照他自己越近的那的远近，就像水波一纹一样，由内往外一直往外延伸的一个小圈圈向外扩张。那越接近波纹的自己越为核心的呢，代表怎么样？跟自己越亲近。但是这种会依照不同的关系产生的怎么样序列的互动的情况。所以在华人社会的价值观念当中，很强调两个概念，一个是什么？权威式的导向。OK， 它是怎么样？它就是在传统家族中以谆谆法则为基础所塑造成的家长式的领导风格，进而来形成高权力距离的人治主义。另外一种是以什么关系取向，就是所谓社会的什么就亲亲法则，在华人社会当中强调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关系，
的深浅的程度来区分，所以他对这种人呢会有差异的概念才产生。所以在企业组织当中，领导人会依照这种亲疏的远近，将部署呢的区依照来分什么差距的领导对待自己跟外人，因而产生不同的领导方式。所以那透过这个特别把部署归类为所谓差序管理。所以因为由于华人传统的差异的文化跟思维之下，领导者会将这个部署归类是华人的差序式领导中的一个很相当重要的概念。他的领导会为了自己的部署的效忠跟工作效能来表现怎么样激励外的部署的行为，来满足这个领导者的期望，所以会化繁为简，有效分工，将部署分为大概三类，一个亲信的，一个忠诚的，一个什么才能，依照这三种来划分所形成的三种的一种形态。所以第一个就所形成的自己意识，会导致领导者对部署的情感跟依附，还有领导者的风格，那赏识跟资源分配的差异。所以这种差异对待会使得自己跟部署领导者的重视爱戴，然后不负主管的期待跟关照，会努力来达成这个目标，而会得到一些较高的报酬。就像说我们称为说马龙效应一样的领导者跟部署之间的怎么样资源的一些调整，进而达到目标一致，这是所谓的这个第一种。那第二个所谓的亲信是指什么意思？领导者跟部署之间是否具有血缘或类似血缘的关系？第二种就是为忠诚度的部署，是指什么？领导者的忠心忠诚，便能够义无反顾之下完成交付的任务。第三个才能是指什么？透过能力 ，OK， 来完成工作的经营绩效。所以依照这三个面向，这三个标准，大概可以分为八种的一种类型了。所以称为什么？有包括了经营的核心、事业的辅佐啊、次才的傲物，还有不孝的子弟、事业伙伴，还有耳目的眼线、防患等等这些人际边缘，这都是我们常常在中小企业里面看到的。通常老板会怎么以那个关系来领导我的员工方式。谢谢那个叶老师呢做了一个说明。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呢，另外还有一些所谓的仆人式的领导啊，那么他就是 Peter Senge 他所提出。那么领导者呢必须扮演一个仆人，因为他有很崇高的一些理念，那么必须借由这样子一种实践的方式，为大家服务的方式呢来完成它。所以今天呢我们跟同学呢介绍了很多不同的一些领导的一些方式，当然比较倾向的呢是在东方那么甚至于说又有一些跟宗教比较接近的仆人式的那么一些领导的方法那么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就到这里结束。谢谢同学收看，好，我们下次再会。